HQA 30在曾经有着版本刮痧之子的称号，曾经它可谓是要射速没射速，要伤害没伤害，可谓是无人使用。但是呢，在当前赛季 HQA 30得到了史诗级加强，在当前赛季增加其射程与伤害，同时呢还增加了一个大口径弹夹，只要装备这个弹夹就可以做到在近距离中两枪秒人。所以呢，这个是我 HQA 30的顶级配件，嘎嘎好用，嘎嘎猛。而这呢，是由 CODM 导演投稿的一期顶级素材，可谓是嘎嘎猛。他这一局呢，也是拿上他的 HQA 30，准备来一波击杀秀。开局呢，他也是来到厕所，也是发现一个，也是两枪，成功带走一个。这 HQA 30呢，虽然强，但是并不推荐大家使用。这主要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它机动低，续航少。如果一梭子打不死人的话，那只能白给了。此时呢，导演也是拿下双杀，又发现一个，也是成功一起白给。这一波他没了，有关系吗？完全没有关系。他呢依旧很帅，所以呢还等什么？还不赶快练起来。